如果你超过15到20分钟，那个水分反而是会流失在空气中，所以面膜纸会开始变干。我非常之爱敷面膜，3天就会敷一次，然后眼膜会就是2天敷一次，然后我有时候还会敷到唇膜。有一次就有一个妈妈，她剥了完柚子之后，就是都会把那个柚子皮给小朋友戴在头上，对，所以小朋友来看门诊的时候，就是这一节以上是黑的这样子。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，请锁定 UDN TV 健康日记。